走到这里，发觉有明显的吵架声，往前一看，原来就是为了要摆设的位置起争执。这间服饰店的好像是店长啊，跟外面摆摊的摆象棋设局的，应该是设摊，不能说设局。如果知道我说设局的意思，你们大概就知道我的意思了。那起了争执，还好动口不动手，比较文明一点。离开那边之后没多远，又发觉声音变大了，代表什么？他们越吵越大声，我怕他们会动手，所以说再走访再拍一段吧。如果说他们真的打起来的话，至少有影片可以作证，那我们就看看他们吵的情形吧。还好一切都和平的落幕，没有动手，只是吵吵，蛮文明的吵架方式。好的，道路确实在进步，我们就看这个影片就知道。我是 DJ 阿周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段的剪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要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都可以接收最新的讯息，同时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看。有你的支持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后会有期。